你本来不应该在写作业吗？对啊，那重新来一遍吧。在装作写作业呢。在写什么作业啊？啊，在写英语。没写多少天，我刚才就写了这么多。来聊聊你的北京之行吧。什么北京之行？我怎么没去过？感觉如何？跟大家一起走在你熟悉的街道上。其实我一点都不熟悉。要求呗。本来想带他们去哪里玩的呢？去环球影城，因为时间有限。然后所以去不了。对，因为时间有限去不了。你们在北京去吃了些什么？喝豆汁儿了。豆汁儿我之前也没喝过，豆汁儿我之前就喝过一次，然后再也不想喝了。你什么时候喝的？小时候。我也忘记小时候几岁，反正就是挺小的时候，然后，我和我姥爷吧，反正还有好几个，就是我跟家人一块去吃，然后他们就劝我喝豆汁，也是诱骗你喝豆汁吗？对，说很好喝，然后你喝了以后。我喝了以后，立马变脸了。然后呢，就是那种想咽咽不下去、想吐吐出来的感觉。去北京的话，除了环球影城，你还想带他们去干嘛？来我家。哎，对，你这次都没有抽空去见十一。我妈妈。一个月没回家了嘛，他回家见十一，结果十一不理他。担忧你自己吗？我不担忧，我假如现在你面前是十一，你怎么样才能让他快速跟你亲近起来？他本来就跟我很亲近，他要是回去假装不认识我，我就把他假如你现在面前就是十一，你第一件事是干嘛？摸他呀。我摸十一很粗暴的，就是全身上下直接。但是他应该觉得还蛮舒服的。然后他就会跟你亲近起来是吗？不知道。好，现在这个就是跟你不亲近的十一。那我不跟他亲近了。来跟他互动一下吗？不想跟他互动。来互动。不想跟他互动。来互动一下。他不亲近我，那我也不亲近他了。怎么这么傲娇？行，那你现在要继续写作业吗？也许吧。那你就转头回去写作业吧。好的。今天目标写完多少？今天目标是写到哪算哪。定个目标。不是已经定完了吗？写到哪算哪算啥目标呀？今天目标就是写这么多。我之前就是每天，我因为每天早上写嘛，我每天早上就是大概写个就是这么一张，就是两篇嘛。我今天已经写了差不多，只要再写一篇就可以了。所以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把这篇写完。哎，好像和刚刚不一样。